果然是子女姑娘赶来救我，我就知道你关心我。火烧没弄了，你倒还有心思开玩笑。因为我知道有人不想让我死。弄玉，你这两天心神不宁，我点了疏影淡香，可以帮你放松一些。谢谢姐姐，你也很劳神费心，别光顾照顾我了，姐姐也好好休息。是啊，听说已经初步查明案情，以公子的能力，相信这个案子难不倒他，应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嗯，那你早点休息。酒水不够了，我们再去拿点儿吧。好。果然还不死心。
知道我会来？是盼着你来呢。我一向不喜欢等人，你的出现证明了很多事情。一个失手的职业刺客，说起来还真是丢脸呢。你很困惑，怎么会斗不过区区一个女人，是不是？无咎先生，问题是，为什么你会有女人就不是对手的可笑错觉呢？这是你的陷阱，验证你的愚蠢。不过作为一个职业杀手，你的行为动机似乎非常奇怪，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隐藏其中。哼，你本应该替姬无夜卖命，但是你好像有自己的算盘。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原本是没有关系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你的行为如果被姬无夜知道的话，第一个不会放过你的人就是他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难道你会去通风报信？我自然有办法让他知道。他也许不相信，但是你觉得他会不怀疑吗？姬大将军如果怀疑自己的一个手下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找你谈谈心。你想怎么样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句话对于身为白鸟组织的乌鹫先生似乎很不吉利啊。你也想分一杯羹？我只对真相感兴趣。那就是谈不拢了。你动了紫兰轩的人，唯一的结局就是以命偿命。为一个秦楼妓女偿命，你会为这句话付出代价。你真的以为像我这样经历过无数次死亡的人会毫无准备地来这里？紫女姑娘，你醒了？你刚才撞在地板上，昏过去了。无咎呢？那个蒙面人趁乱逃走了。你就是来添乱的吗？我想到一个重要的线索，是来帮忙的。你把这个叫做帮忙？好像的确没帮什么。把我放下。我也想，但是我手动不了。这时候你还有空开玩笑？他的手的确动不了。
哎，你要不要过来帮忙？弩箭穿透了肩膀和上臂，不过没事。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居然说没事？没伤到筋骨，你运气不错。我中了一箭，又挨了一巴掌，他管这叫运气不错。你活该。他昏过去了，好像不是装的。毒仙门那里挺棘手。毒仙门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你身上的伤？跟夜幕的人过了过招，你帮他包扎下吧。外面怎么样了？已经收拾住了。公主，不可以呀！公主，公主，快回来！疯子，再敢跟过来一步，就把你们通通杀头！是。那一年，我刚到了开始懂事的年纪。在我全部的人生中，真正的快乐屈指可数，直到我遇见了那个人。如果没有他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我。这把剑叫赤练，女孩子用这个就好了，像跳舞一样。我有个朋友就用得很不错。赤练，装，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件礼物。也许是最后一件。你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当然是女的。她很漂亮。小心点，用它很容易伤到自己。这次你要认真一点。事后回想起来，他说这句话时候的样子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放心，每一次都是。虽然你练得辛苦，可惜你的师父实在是误人子弟啊。不许你说我师父的坏话，师父是除了父王对我最好的人。
决斗这么重要？是和什么人决斗？我们两个谁胜，谁就能成为那个注定要左右天下棋局的人。这是我和他的命运，也是天下的命运。你会回来看我吗？也许不会。这一刻，我过了很久才明白，他的眼仿佛永远都是在望着天空。在这个男人的眼中，我永远也找不到自己。以你的资质，再过一年就可以打倒他。一年后，我打败了自己的师父。我以为只要做到庄告诉我的每一件事，就能再见到他。我这么以为着，一出手就尽了全力，不留余地。师父死了，但是他没有回来。雪一直下，稀稀疏疏地落在世间的每一处，和我心里最冷的地方。我已分不清是这雪还是这湖水，只觉得自己快被淹没了。我在以前一直见面的地方待了三天，天后，我忘了他。我以为我忘了他。三年后，我出嫁了。是大将军姬无业，姬无业是韩国战功最显赫的将军，韩国所有的权力都握在他一人手上。至于我的父王，只不过是个傀儡。大将军的任何要求，父王从来都不会说不。大将军这次向父王索取的，就是我。又一件赏赐。出嫁那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杀了姬无业，因为那一天我看见了一个人。狂喜地以为他是为我而来，
庄回来了，而且还做了韩国的大将军。就在这座冷宫里了，忘不了的。这是我们初次见面时，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昨夜的风雨好大，连着树都……树是我斩断的。哦，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。我会命人拆了它。今天是我们成亲之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是不是你的父王叫你这么做的？我的父王如果有这个胆量除掉你，就不会把我当作奖品赏赐了。那就是你的兄长韩飞，他自认是韩国的救世主，我迟早要除掉你个小子。你笑什么？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了自己而杀你呢？你真是傲慢而又愚蠢！混蛋！在这一刻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心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。在以前，我以为已经忘记了一个名字。算又如何？死人都是一样，又何必计较死法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。韩王若是能明白这个道理，韩国又怎会沦为五国的座上宾主？你安心去吧，这大将军之位我替你做了。那六杀主人果然是厉害角色，我这大将军之位输的倒也不算冤枉。能让我亲自动手杀你，这是你的荣幸。以你的战力本可与我一战，可是为了这个女人，你乱了刀势，每一处破绽都足够我杀你三次。连公主啊！
秋叶，你的确可算是韩国百年来最强之将，只可惜你挡了我的路。他已经不再是你的夫君了。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重逢的画面，每次醒来却发现只是梦。当他突然回来，突然无比真实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却觉得这场梦也许永远不会醒来了。有一件事情你永远做不到，我已经做到了那么多不可能的事情，还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？你愿不愿意坠入到最可怕最黑暗的地狱？这个肮脏的韩国，我们的韩国，从今天起就不存在了。你杀死了我的父王。我说过，任何挡住我去路的人都只有一种结局。至于你，你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从今以后跟着我，我会还你一个更好的韩国，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韩国。第二个选择，我选一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人。我会努力活到你说的那一天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你一起离开。除非是你先杀了我。不想知道第二种选择吗？我已经做了选择。事实上，我有另外一个问题。说。你选择在我出嫁的那天回来，是为了让我下定决心杀死姬无业，还是因为我这样做会使他分心，而你
可以有机会杀死他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如果你不想见我，我肯定见不到你。所以那天出嫁的路上，你是故意让我看到你的。你嫁给姬无业和死了也没什么分别。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而回来。你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又何必去问为什么选择？突然